现在有一个紧急的任务：一批由北平、上海等地来的爱国知识分子，和从日本来的日本反战同盟成员，还有一批没有炮弹的炮啊，要护送到延安去。周希汉，到。这段路上，敌人的炮楼据点多，等着没点名，由你负责护送。陈旅长。 也认为你最合适，换了别人，我也不放心啊。你明白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吗？明白。好，命阵出发。会上宣布提及人选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看了。管他提不提的，只要有仗打，我就高兴。这些都是我们从日本人手里夺来的宝贝啊，但是现在炮弹打没了，成了摆设，留着没什么用。 扔了呢，有挺可惜，但是到了延安，可就大有用处了。大炮没有炮弹，人员没有战斗力，就指望着你们护送他们过封锁线了。给他们换上我们的军装。是。从太谷到丰河这一段，由你们部队负责。过了丰河以后，就把他们交给旅两八分局，由他们护送。你就带队返回。明白了。 同志们，此次的行动关键是隐蔽，隐蔽还是隐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这一路上要经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，一点点失误，都可能引来全军覆没。走走，到。把狗带走，交给老肖。是。他离不开我。带走。 走走，啊，过来，饼干桶，这是陈工旅长刚给你的，你可还没吃呢。饼干桶，是。出发。 过了这汾河，咱们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报告，大桥两头都有敌人，河上又没有辐射点。那下游呢？下游有一处水浅的区域，但是对面有鬼子驻扎。有多少人？一个连的兵力。鬼子现在睡得正香着呢，咱们走下游。嗯，总方，嗯，先派两个加强连先摸过去，等大部队过河的时候，如果被鬼子发现的话，想办法给我打掉他。是。 鬼子袭击，我是前来报信，请你们尽快离开这里。做好你报告，站住！快，魏书远，快！报告，都查清楚了，前面有两个炮楼，大的叫马庄炮楼，驻扎了两个小队的鬼子，右转20里就是清源县城。
左转是通往石门进山的路。清源县城防工事坚固，一个叫山本的鬼子刚换防过来驻守县城。赢家路窄呀、啊！看来咱们得换个走法了。怎么走？大张旗鼓的走。咱们先往县城方向走，鬼子肯定认为我们去攻打县城。等我们走到石门，我们右拐，进山只要30分钟。等鬼子接到报告，再调兵追过来，至少需要1个钟头。这时候，咱们已经进山了，已经安全了。这可太险了！麻杆打狼，两头害怕。虎子，干什么呢？跟个偷鸡贼一样。汤子，你心里老是没底儿。走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有什么心里没底儿的？来，所有人跟着我一起上！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唱！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どこから来た八郎か、対応が何時かあります。マジョアンホローです。八郎の主力は通りかかりました。今県庁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。地方機は20機、多分県庁に攻めるでしょう。命令。各拠点に八郎君の所属動力を監視して随時に報告してくれ。はい。県庁部隊、陣地に入らない。早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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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しろ。早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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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しろ。早くしろ。将軍殿、八丁の部隊は県庁方向に来ました。締めに来たらしいです。送信してくれ。はい。将軍殿、長官でどう言いますか。おびき出しの計画。奇迹，真是奇迹啊。大炮人员我都给你送过来了，一样不少。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你们不但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还帮我们把最艰巨的任务也完成了。好了，这下一段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。出发。首长，你真是太神奇了，见到活的诸葛亮了，希望能再见到你。哦，谢谢你的饼干。再见。将军殿、八郎軍は徴収用の部隊です。歩兵は山に入りました。どこに行ったか分かりません。石门炮台的鬼子看咱们进了山，天黑后在这儿点几堆篝火，让山本认为我们还没走，留下岗哨监视敌人行动。天黑后，咱们下山。是。参谋长。哎，你怎么没走啊？我是北大新闻系的学生，我决定留下来采访一下你这个当代诸葛亮。慢着，鬼子来了。一步也不许离开，这是命令。独
多准备点炸药包，炸他的头车和尾车。ここは町伏せ妖撃の一番いいところだから。趙師範はこれを理由しないわけはない。部隊500メーター撤退、命令して、早く歩兵陣地を作って、三者も攻撃対立になってくれ。留下观察哨，命令部队后撤，撤到安全地带。是。命令：坦克、戦車、歩兵。全中国次第に砲撃す。はい。趙師範、今ここはお前の埋葬地だ。这老山本学精了，够狠！是火候了。两个营抄小路，以最快速度赶到清远县城，给我端他的老窝，越快越好。是。将军，八旗路青云天桥拆迁快。将军，将军，撤退十分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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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全ての弾薬を趙師範の陣地に撃て。撃ち殺せ。山本跑了，把道具快！哎，指挥同志，这里快危险了，快跑，快点！我的笔记本呢？哎，你别管他了，这儿太危险了。小
天，不是啊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谁他妈让你乱跑的？5月2日，十天的集训结束了。智比诸葛，勇胜子龙，自欲为战争而生，违抗军令，担旗救主，侠骨柔情，敢爱敢恨。这十天，周西汉三个字充满了我的耳朵。5月3日，我们就要去延安了。没想到护送我们的就是周西汉，可是他强行夺走了我的小白，真让人不可理喻。5月5日，情况突变，周西汉带着我们这支人没有战斗力、炮也没有炮弹的队伍，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，强行通过鬼子重兵把守的炮楼。那一刻，我的血沸腾了。